想吃我吗？想吃我吗？好。喂，你真吃啊？我拿来当鱼饵的。哎呀，大少爷，您真是太闲了。怎么，这两天不再忙着帮你家兰兰讨老婆了？哎，我倒是想，可我这个死脑筋的弟弟啊，让他给人家月道小姐写封信，问问身子好没好，他都不肯。哼，你这么关心他，你自己都还没办呢。我不行，身子不好。有隐疾。喂喂喂喂，你那什么眼神啊？小姑娘家家的不学好。你们兄弟俩还真是关系好啊，你要想方设法为他讨老婆，而他呢也专门为你备了一把无弦琴。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哼，陶丫头，我不知道你的来历，更不知你的身份，但你我都心知肚明，仅仅一个喂马的小杂役是不可能将我从虚号手里救回来的。一个普通的有钱少爷也是不可能具备换魂这种技能的。所以我们真该结拜啊。景渊大哥，桃夭妹子，